镜头一路猛攻。鉴于此情景，蓉儿再次开启头脑风暴，通过他的不懈努力，很快离制胜方法更进一步。总的来说，逃避压力不如正视压力，正视之后则要想象自己看不到压力，借此把压力消除掉。尽管如此，本场比赛的二号种子冈田依旧不觉得蓉儿会赢，实力相当，打到最后就是精神力的较量，而他从来没见过这方面比井出更强的人。12岁的时候，两人都被选中出国比赛，当时头一次出国的大伙难免畏手畏脚，只有井出一个人乐得撒欢。正式比赛的时候，井出也用自己的强攻打法引得现场热血沸腾，媒体和专家都对他的心理素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就是所谓的天资啊！哪怕几年后井出杀入了世界排名前列，也绝不会让人意外。没多久，场上的局势来到了5-5，奈津结束比赛，终于赶来给蓉儿加油，影山他们也奋力给蓉儿打起了 call， 这一下就让蓉儿知道自己并不是在孤军奋战。他闭上眼睛，终于将所有压力消除掉了，但没想到的是，画面全部消除后，他就有了种松了劲儿的感觉，反而都给井出送了一球。看来全部消除是行不通的，蓉儿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尝试着做些调整，结果这一球又出界了。不过比起全部消除，这么做身体的动作来得更顺畅。蓉儿继续努力，准备留存40%的压力，发现不行后又在20%和30%之间做起了调试。当然了，压力本身是比较抽象，它的量也在不断变化，蓉儿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精确量化，但放弃是不可能放弃的。蓉儿且战且算，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力前进。终于他找准了关键点，打起来挥洒自如，还相当的全神贯注。没一会儿，蓉儿有了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一举将局势推进到了6-5。这感觉蓉儿和艾利克斯荒古对决时也曾出现过。没错，这一刻理性和本能之间取得了绝佳的平衡，蓉儿靠理性将压力想象出来，以本能优先为原则迎战，要是能把这个状态多保持哪怕一局，他就绝对能战胜井出。然而井出也不是吃素的，上场便是一波猛攻，忽然他放出一记小球，蓉儿赶紧去追，却正中井出下怀，被他直接回了发吊球。蓉儿不肯放弃，放肆追击后立刻胯下击球，给井出整得一愣一愣的。但是缓过神来，井出又搞起了事情，他逮住机会便放了波小球，让蓉儿打了个措手不及。尽管如此，蓉儿依旧不慌不忙，直接就针对新情况再次调整起了自己。很快蓉儿抢先拿到了赛点，这种情况一旁的观众都有点坐立难安了，井出却半点不慌，越是这种无路可退的绝境，他越能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井出火力全开，轻轻松松便拿下一球，这一下30-40，情况竟有点难办了。得亏蓉儿顶住了压力，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网球上。终于球应声落地，本场比赛就此结束，蓉儿成功拿下最终胜利。井出举起他的手，引领他迎接全场观众的欢呼。好了，今天剧情就这里了，我们下集再见。There's so many things. Oh, I have keys. I can draw stuff. Hold on. Silver chest. Let's go.暴击伤害还有5%概率触发范围性雷电轰炸，将两枚戒指都装备上，属性起飞。村长喝醉愉快，在他一脸便秘难看的表情下，吹着口哨回到新手村。铁匠铺内，王铁匠勃然大怒：“魔帝，你还来做什么？老醉鬼都看到你把冰眼魔矿交给村长了。”你叹了口气，公子失望：“冰眼魔矿又不止这一块。既然铁匠你不想要，那我走便是。”听了这话，他连忙拦住了你：“哎，刚就是开个玩笑，听你的意思，你手里还有吗？”你点点头：“不错，我手里的确还有一枚冰眼魔矿，不过我觉得给村长会更好点，起码他不用这样的态度对我。”铁匠顿时着急：“魔帝，有事好商量，我们之前合作那么愉快，没必要就为这点事情就闹得不愉快。”主动拿出一套青铜级的弓箭手专属清风套装，套装效果是凑满6件后，每一次普攻都能叠加5%攻速，最高6层。凑满10件，普攻每次能叠加5%移速，最高6层。不过你记得，上辈子老铁匠的底牌是一套高额反伤套装，正好磕着你这个，到时候万一打起来非常被动，不行。我现在不缺攻速和暴击，不缺吸血，我还是去找老村长吧。这要求一出，铁匠面色阴沉，追不着三番火焰，你头顶不能掉血，但呵呵一笑，反正我打不过你，你杀了我也行。王铁匠冷哼一声，他也知道杀你只会让你掉级，我这的确还有一件特殊装备可以吸血，但你得再加一点点装备来换，这个好说，刷就完事了。另一边外界，
对你仍然待在新手村内十分不解。天火女帝看着手下过来汇报关于你的消息，失望摇头，不用再关注魔帝了，他就算现在上线也追不上我了。浮屠满谷一直有在关注你，期间还发了几条关心的信息，为此甚至专门跟晚上抹黑你的小黑子吵了起来。而作为舆论中心的你，此时却乐此不疲的刷着猎物去丛林，通关一次、两次、三次，终于系统传来叮的一声：恭喜玩家将天赋神罚之手升到三星，效果一，每次普攻造成自身3%生命值的真实伤害；效果二，每次普攻永久提升3点生命值。刷了足足1000多件装备，回到新手村找铁匠，他不情不愿交出一条嗜血江链，品级特殊，效果每次普攻恢复自身1%生命值，舒服，交出冰眼魔矿成交。而铁匠又给你布置了一个新任务，魔帝，如果你真的想要帮我，那现在就去破坏复活祭坛。听到这儿，你脸色一变，没了复活祭坛，一旦死亡就会直接在主城复活。咳嗽一声，不瞒你说，我的主城得罪了好几个大公会，恕难从命。铁匠冷笑一声，不要得寸进尺，新祖村的事儿不是你可以掺和，不如这样，你去悬崖跟老村长开战，这样我就信任你，有复活祭坛，死了也能复活，这是在逼你站队呀。如果接下这个任务，那就是彻底和老村长撕破脸皮，老王一脸戏谑，就知道你小子不敢接。可你的操作却让他目瞪口呆。好，这单我干了。铁匠愣了一下，好，如果你真能击杀村长，我会给你一件弓箭手的可成长武器。眼前顿时一亮，这种可成长武器才是最变态的，据说可以超越神器，成就传说中的超神器。我这是份奖励，干了。你也想试试新手村最强 BOSS 村长到底有多强？匆匆来到悬崖，不知道什么时候，Your turn to ban. Five seconds remaining. Ten seconds remaining.5 seconds remaining. My bonds are broken. Attack! Prepare for battle. For the master. Limb from limb. Yes!Chains can hold me. Hands.
got you. Let me at them. 30 seconds to battle. I creep forward. Crawling. The battle begins. Yes. First blood. You can make me attend. I steal ahead. Forward.
Dire's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
enemy's top tower is falling. Thank you.
Taskmaster. Yes. Release the heart within.
Top barracks has fallen.
top barracks has fallen. The enemy's middle barracks has fallen. The enemy's middle barracks has fallen. We now have mega creeps.
1, 2, 3, 4, 5. Press out.